组合防弹少年团将于韩国时间今日12时通过 YouTube 班探 TV 公开纪录片 BTS Burn the Stage 第三话。据悉，第三话将展示 Vince Tour 首次海外日程的智利公演舞台、后台现场、在住处的样子等之前未能看到的背后花絮故事。尤其在上次第二话公开后，最让人好奇的画面，智利公演途中成员田就国舞台的背后故事，以及在他倒下的情况下，为了完成演出，成员们互相整理、坚持努力的样子。我们世界蛋辛苦啦！